那你这辈子有什么最让你开心的事儿吗？小时候我们村有一天王二蛋家羊丢了，我们全村人就去找这只羊，最后在一个山洞里把这个羊找到了。当时我们特别气愤，为了找这只羊累了一天一宿，当时为了解气呀，我们就给这羊一顿胖揍，打完以后心里老痛快了。那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开心的事儿呢？有一年夏天，我们村李富贵丢了，我们又一村人找一个李富贵，找了两天两宿，最后搁一个水沟里给他找了。为了他，两天两宿没吃饭没睡觉，结果我们给他一顿胖揍，打完以后心里那个痛快，解气呀。那有什么让你难过的事儿吗？有一年夏天，我丢了。媳妇儿，你看电视剧呢？那个，我回去睡。等你五分钟。你下礼拜吧。哎呦我的妈！